我当时第一反应其实是有点愣住，然后有就是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姐姐们就是没有星空给我创造出一片星空，太美了。小丁啊，你站在里面好好看呢，这样融为了一体，融为了一体，感觉真的是你的星星哎，太棒了吧，简直是完美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哇！大家挺开心的这几天，然后我希望在这有一个 happy ending， 所以我有一个提议，不知道大家考不考虑？说。不如我们办一个睡衣 party， 就是大家可以一会儿再唱歌，然后把灯一关，然后穿着睡衣在这儿唱歌，感觉如何？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可，然后唱会儿歌，星星灯都挂了，好，要不咱换衣服，一会儿 happy 起来 ，OK 吧，来吧，走。